关晓彤探班鹿晗，力破分手传闻，白天片场等候，晚上一同回酒店。在娱乐圈，鹿晗和关晓彤的恋情一直被网友们所关注，从一开始大家的不看好，到最后两个人恩恩爱爱，不离不弃，每一个情节貌似都非常的感人。如此看来，两个人分手也成了无稽之谈。从一开始到如今，他们的感情生活很低调，从来不张扬自己。况且从鹿晗的性格来看，即便是真分手，他也不会把责任推给关晓彤。就在8月2日，有媒体爆料，关晓彤近日前去探班男友鹿晗。媒体称，近日有媒体拍到关晓彤超话探班男友鹿晗超话的画面，两人一同度过5天。探班期间，关晓彤在片场耐心等鹿晗工作，结束工作后又陪鹿晗会友，晚上一同返回酒店。鹿晗在片场也不忘给关晓彤打包零食，两人形影不离，相当甜蜜。